Arjun Ligi, a scoliosis patient from Bohol, Philippines. It's been a year. Here I am, standing again in front of you. I am okay now. Feel like a normal girl. I'm presently studying social work through Chuchi Education Program because I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. Recently, I've been doing home visit to people who are in pain. Same with Trisha. I encourage her to stay strong. If I did it, so she can. And the least that I can do to Truchi is to support their advocacy,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. And now I am also a vegetarian. All of this were possible through Truchi. And I want to end my speech in an inspiring message to those who are suffering.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. Wo xin chai chu chi tu kong. Kan en shi gong shang ren. Kan en chu chi. Kan en yi liao tuan tui. 刚刚台上这两位少女是2013年那个时候保和岛的地震结下了这份缘。我们这位许龙董，他在保和岛发现到了，把这样的孩子一年接回来，看到了他恢复了以后回去了，总是读大学了，而且呢，也是现在不只是过了正常人的生活，他也是呢，去社工。去读社工系，现在呢都是路人群去帮助人。那我几天前呢、到台北，后面的这一位也来了，他在静思堂跟我说他办住院了，那几天看到了才为他开刀。我台中再回来呢，到现在看到他，他长高了10公分，真的哦，医疗是不可思议啦。也看到了杨女士，在这样紧急之下，总是呢抢救生命是分秒不能有差错。我们的医疗事业啊，都是有这样的快速，每一次看到了宝贵生命在大医王手中尽心力的抢救回来啊，这是千万般的祝福啊，无量数的感恩啊。还有我们的仁医会，很感恩也很感动啊！不管是创世基金会所创办的这植物人，他们都是定时去帮他们的亲这个口腔，现在也都改善了，口腔呢已经呢减少。错位了，他们照顾员嘛都很感恩。还有在山区里很多无法下山来，虽然我们慈济也常常有上山去，我们的仁医会更密集哦，上山去照顾去陪伴，这种长期照顾陪伴就如有一个家庭，哎呀，4个呢，都是重残疾孩子啊。现在这一群孩子呢，都已经30、40岁了，妈妈已经是70岁。
父亲往生了，我们慈济人医师们一直在照顾这样的个案啊，也一直辅导，一直教他喊妈妈。他这个妈妈说，我这四个孩子我都得不到一个喊我一声妈妈。那一天啊，这一个孩子喊出来跟他一句哦，一句的妈妈，他这个妈妈呢，他就开心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照顾归产你啦，我得到这个一滴蛋，一直在等着等着等着这一句妈妈，我已经哦，已经呢很满足了。这是我在金石堂大医王仁医会啦来做分享，听仁医菩萨他们呢上山下乡去义诊，感人事真多啦，好多好多的这医师与病患的互动，这都是人情，不一定有血缘关系，只要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是佛陀教导我们要明白道理，没有人给你什么样的苦，是你自己所造作来的，唯有你要道理明白，要清楚，很甘愿的接受过去的所造作的因，所以我们要忏悔啊，既知道要忏悔，那我们从这一生开始，我们要多结好缘，我们要多造好因，很自然这一生啊，甘愿接受，那未来呢，也是会得到了好缘共处，很感恩呐、啊！看到了我们这医疗的一年这样的很多的感人故事，这都是看到生命的复原，真的很欢喜。敬爱的上人，台北慈院所有的医护同仁，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年上人用心血带着慈济人一起创建了慈济医院，我们会用生命守护每一个生命，我们会内修诚正信实，外行慈悲喜舍，同时号召天下善士有志一同参加我们慈济大家庭，来厚实我们的团队，未来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迎接更多的挑战。这是弟子和台北慈院所有的同仁自诚的发愿，感恩又是感动，真正的很相信，贴心的相信，因为天下人人人都很需要医疗的诚意，这都是我们向着生命的承诺。各位医王菩萨们啊，期待我们今天共同在这么多的人众中，我们都是呢医疗的传承人，都是需要人间生命的依赖，期待以后我们所有的同仁们都是
生命中的贵人，人间的苦难要依靠了你们的爱心，呵护了，疼惜了，这是最大期待。新的一年也将来临，我这一回来就是要向大家祝福，祝福人人花心立愿，祝福人人新年事事如意，虔诚为大家祝福，万般的依赖感恩与祝福。